问天天兄弟如何逃避追捕。恐龙是脑袋出击，是我娘家的小孩子呀，寻求外助。去哪儿了？哎呦，他们应该走远了哈。来了，好，我有我的姐妹，我的自贡杂技姐妹，你们能抓住我不可能，痴心妄想，勇敢斗争。哎，咱们节目喝醋好不好？迷惑他人。抓不了我现在，因为我们进这个安全屋是抓不了的，你要去抓外面那个人，抓他们，我们是安全区。今晚10点，天天向上，一起看天天兄弟在自贡登城如何斗智斗勇吧。